这次我在超市打工暗恋了三年的女大学生，今天本想着偷偷去给她送些吃的，结果那个发微信你也不回。我那个去那边吃饭了，没看见。没有没有，那个 我这送货的，然后我就先走了，然后不打扰你俩。上天哪，难道你看不出我很爱他？哎，同学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我这不刚才送货去了吗？然后正好路过一下。那你待会先忙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对了，同学，就是那个刚才那个男生是你朋友吗？不是我朋友啊，行。啊，长得还挺帅的。还好吧？怎么你喜欢这款？对，你可别闹了，我这。开玩笑的，还有学长。啊，他不是你男朋友啊？嗯，是我学长。啊，对了，这个东西是给你的。给我啊。啊。哦，你别误会，我这不刚才送完货嘛，然后那个人他不要了，嫌我送的太慢了，然后是我就大老远拿回来，要不老板娘该骂我了，这个就给你吧。那我那个少给你吧，我把钱少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这个就当我请你吃了，要不然我拿回来也得挨骂。那不行，你要不要钱我不要。那行，那你饶下我吧。啊，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。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。啊，是不是该知道。不好意思，我这拿错了。换一下收藏卡。啊，这个是。嗯。我不好意思。那行，过来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行。哎。啊？你一会儿有事吗？啊？我说你一会儿有事吗？没事啊。怎么了？말해줘사실을말해줘